从不妥协。你为什么在这里？你们这样的家伙不配看到我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速战速决吧。真是可恶。要果断。石头这么多，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Nice.享受钢铁的滋味吧。他们活不长。你想怎么跑？你想怎么跑？哇，这小子太能拖了。说实话，他很细节，但你气不过我的执着。我从不妥协，甭管你跑到天涯海角，我都会给你追到的。速战速决吧。来吧，满血就是斩杀线。装逼，我让你飞起来。
满血，齐安娜满血绝对秒不了你，那肯定，因为我带了坚决。他如果也带坚决，我也没办法。刺客坚决是，就压制。坚决就是刺客的克星，小克星，虚弱是大克星。 不听信号呢？信号都点麻了，兄弟。他们活不长了，没有机会了，有是吧？ 速度速度，快快快！速战速决吧！不用看，放。 要我贴近几次啊？毫无障碍沟通，我操！Beautiful， amazing。 敢！不要妨碍我！战韩服的。 西安娜玩家感受一下南斗的压迫感。你是真不知道我的斩杀线啊！游走于刀尖上。 他这个没有 ID， 那就是韩文，你们知道吧？他这个是韩国人。速战速决吧。他不懂国服难道的斩杀线了。今天就让他感受感受。打完这把直接狂搬难道？只有赏花才会。 你想怎么跑？我们汉化了，看不到韩武。你像这个对面上路这个 ID， 还有对面 AD 这个 ID， 我们就看得到。他发如果是发的是英文的话。
伯符什么样子？那现在就是什么样子，我汉化了。带国服你也可以试这韩文 ID， 但你进游戏就看不到了。无处可藏。我上野区咋没？快马过来呀！是这个，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不是说了吗？小心是这个，怎么敢呢？给到我开个宠粉模式，平时一块钱卡牌子，通过这宠粉只需要一毛钱，一毛钱就可以用我夜刀神的牌子，还可以上贵宾席，顺便抽一杯奶茶。